猫三联是什么？我们会给猫猫打疫苗，那么猫猫打疫苗的时候，经常会听说的，哎，就是猫猫最常打到的疫苗呢是猫三联和狂犬，狂犬大家都知道，那猫三联到底是什么？它其实是猫的三种病毒联合防治疫苗。哦，千万不要理解为啊，猫三联嘛，就是打完这一支疫苗之后呢，三联就不用再打了，不是啊，它不是年份的年，它是联合的联，它是这一支疫苗，它可以防范三种传染病，那分别是猫瘟、猫杯状病毒和猫疱疹病毒。当然，我们也要去知道，哎，为什么打完疫苗之后，很多时候猫猫仍然会有杯状病毒或者疱疹病毒的一个发生，是因为杯状病毒和疱疹病毒的亚型实在是太多了。那么猫三联呢，往往只能防范到最常见的一种，所以当其他的亚型的病毒出现的时候呢，不能起到一个很有效的一个预防。但是猫三联对于猫瘟的防治是非常有效的，所以打猫三联，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要打和打了之后到底有哪一些保护。小贴士：猫三联其实是猫的三种病毒联合防治疫苗，千万不要以为猫三联就是打完一支疫苗之后，三年就不用再打了，这个不是年份的年，它是联合的联。这支疫苗能够预防三种传染病，分别是猫瘟、猫杯状病毒、猫疱疹病毒，同时只能起到预防最常见的一种病毒。